呢只系吞拿鱼及白玉鱼贵族猫罐头，泰国制造，重量系80 g。我哋而家即场开俾大家睇下。猫粮成啫喱状，采用精选吞拿鱼及白玉鱼，加入白玉鱼令猫粮有双重味觉享受，美味香汁增添鲜味，令猫猫胃口大开。贵族猫罐头可作主粮或加入干粮食用，增加口感同营养，适合任何猫猫食用。